各位学习的伙伴大家好，老师在此要郑重推荐一门很棒的课程，在空大呢也是第一次开设的课程，叫做土地法规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食衣住行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其中会涉及到价值不菲的，大概就是住的问题了。关于居住的问题呢，主要就是土地跟房产，而土地跟房产的任何处分，像是买卖啊、租赁啊等等，攸关彼此的权利义务。为了避免滋生纷扰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必须要以法律来加以合理的规范。甚至于在不动产的处分方面，往往也会涉及到国家对于私人财产的管制或者税负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更需要以法律来加以合理的规范。目前的话，对于土地的重要规范，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土地法。本课程土地法规，除了一开始的序论会做基本的介绍说明之外，主要的内容还涵盖了地权、地籍、地用、地税、征收等单元，是一门理论与实务兼具的实用课程。无论是要准备公职考试相关类科的，亦或是要准备相关专业证照考试的，还是你打算准备相关研究所继续升学研究的，这一门科目是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学科。除此之外呢，即便我们并没有要考试的规划，但是一如前面所讲的，毕竟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食衣住行，因此呢，基于生活实用性的观点，对于土地跟房产的相关法规规定，事实上也是很有必要的，所有人都应该要一些基本的认识。最后要强调的是，本课程呢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课程的制作，十分的难得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欢迎学修土地法规。